嘅食飯啊？而家幾多寸腰啊？應該23左右啦。係咪人生最瘦嘅？即係成長後係咪人生最瘦？都係啊，慢慢。越嚟越大啦，即系大个啦，开始都收咗啲 baby fat 啦。咁但系同时因为开始大个啦，就要好好保养自己嘅皮肤啦。绝对希望啦，好希望可以即系好似心柔咁 fit 咁靓啦，跟住皮肤又咁好啦。因为上次同佢拍已经即系有倾开，佢都系一路用呢个品牌嘅卸妆油啦。咁今次可以同佢再拍就拍另一个产品啦。咁都想希望可以有机会同佢倾下啊，即系佢会分享俾我嘅。佢上次都试过咁样。但是覺唔覺得自己童顏？覺唔覺得自己童顏？我諗可能我本身比較圓啦啲五官，咁所以感覺都會好似感覺上細個啲，但都希望可以即係隨住年紀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味道啦，因為都想可以做多啲唔同嘅角色啊，即係工作上可能有唔同嘅類型咁多啲咯。係一個好女人味、歐人人嗰啲角色嚟搞㗎。勾引人的角色应该不是蛇腰出来咯，是的，拿你的蛇腰这样行不行？我想可能只是拍条腰就可以了，拍个样子都是，还是我觉得是的，慢慢浸一下先。